正定哥，中医大学的李校长，他愿意破例让我参加中医大学的考试，如果我能考上，那我就可以上大学了。真的特别感谢您，李校长，谢谢。你要感谢啊，就感谢古大夫吧。谢谢古大夫的帮助。运动，医者仁心，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忍冬燕蔷薇，东森超市33频道全台首播。